他们虽然是我的病人，可是在人生里面他们是我的老师，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告诉我一些事情，所以我把照片贴起来，主要是提醒我自己一些东西。那天晚上看了一本书，他就写说，哎，他定期有在伦敦跑马拉松的目的就是为了募款，所以我就决定说好，我来跑马拉松。用马拉松跑出仁医热血，吴令智的故事与您真情分享。